法师，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讲的是《华语集》第一册啊，《变法法性论讲记》。那么，《华语集》也是由应顺导师所著作的哈、啊，在妙云集之外啊，后来所结集出来的。那我们讲到第247页啊，那请翻开我们的科判表啊，科判表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呢，啊，是变法法性通明三圣义，有没有？啊，三圣义，也就是这个如何的能够有解脱到由生死到什么涅槃啊？之后呢，才到别章啊，特想转依别章什么大圣义？对，那个是下一页的了哈。那在这个通三圣义当中呢，啊，那么有广释上面的变生死、变涅槃，有没有？啊，那变生死呢，由六相误入，是不是？啊，变生死，啊，变生死呢，由六相误入，啊，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变生死的标列里头，有没有由六相误入？啊，诸法为无上，有没有？为相与成立，即非一非异，所依共不共，能啊误入能所取，现似而非有。有没有看到这一段？这个是不是讲的六相啊？啊，这六相呢，就是从上面的别说三门里头有一个，第一个是不是相门？第二个是什么？成立门。第三个呢，不依不异，也就是非一非异，对不对？第四个呢，就是在别释这里所依共与不共，对不对？第四、第五，第四是共，第五是不共。好，第六呢，误入二取四现非有，是不是总共有六相？啊，透过六相来变生死，透过六相来变什么涅槃？所以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呢，是在下面的。啊，第一页的科判表里头有没有变涅槃？是不是有个标列啊？啊，由六相误入，法性为无上。那上面是也是由六相误入，诸法为无上，有没有？一个是法，一个是什么？法性。啊，一个是法，一个是法性。那法讲的是法相。法性呢，讲的是什么？法性相，对不对？透过法相而理解生死，透过法性相，是不是误入涅槃啊？哦，所以呢，这里也一样，由六相误入啊、哦。那这六相呢，也就是为相与依处，有没有抉择及处证随念并误入到彼，到达彼自性。这个也有六相，这六相就是下面的，第一个是相，有没有？第二个是依处，第三个是不是抉择？第四个就是处证，第五是随念，第六是什么？到达自性。哦，所以我们说变法法性论，有没有？我们的标题是不是就是变法与什么法性，
的一部论典，透过法讲的，好，因为这是唯识学，所以重什么？重相。其实它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什么？法相，一个是法性相。那法相的部分呢，理解生死；法性相呢，能够让我们出离生死而进入什么？涅槃，对不对？所以变生死也有六相，变涅槃是不是也有六相啊？哎，所以呢，上面说法为无上，什么法性为无上，是不是第一句话由六相误入啊？诸法为无上，这是什么？法性为无上，这样知道吧？哈，是不是各有六相啊？所以呢，透过法性而达于涅槃，透过法相来理解什么生死。而我们学佛啊，是学佛陀教我们法嘛，对不对啊？无非就是希望教我们从生死到什么涅槃啊，由生死而进入涅槃。所以呢，这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，这就是涅槃的第一次的什么出现啊？其实这个过程都需要生死的，到成佛而不需要生死。有两种生死哦，第一个是属于什么分段生死，这个是属于什么变异生死。虽然这里证了涅槃，不过让我们从凡而到圣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因为第七意识的杂染在的话，是不是都是分段生死生呢？而这边呢，这段是分段生死生，这边是不是就变成变异生死生呢？也就是可以分身无数亿了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叫做什么？菩萨摩诃萨，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是不是啊？八地以上，所以呢，不是证了涅槃就了事。我们在这下头只有生死，没有涅槃，但是我们想学着如何达于涅槃，对不对？到了涅槃之后，是不是就是生死跟涅槃就开始这个？好像拔河比赛哦，所以传话的就是说，这个下头我们只见生死而不见涅槃。好不容易到涅槃出现的时候，它这么一点点啊、哦，之后呢再往上，这个涅槃越来越大，生死越来越小。如果生死用这个，生死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于是乎，这个生死呢，跟涅槃等大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涅槃是不是会越来越大？哦，涅槃其实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到五帝的时候，五帝啊，它终于平衡了，等同。到六地七地以上，是不是就越来越稳固，然后就进入了大乘不共法了、哦、所以五地呢，六地七地，对不对？五地叫做南圣地啊，也就是它平衡了，终于平衡啊、哦，终于平衡到慢慢的涅槃越来越大，而生死是不是越来越小啊？生死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到成佛的时候呢，生死就都没有了。然后呢，成佛是不是就是所有的涅槃啊？尽虚空界的涅槃。其实它就是在消长之间呢、啊，
哦，其实也是一种消长哈，其实是一种消长啊。那总说呢，是透过法相来看待什么生死，透过法性相而达于涅槃。所以涅槃是什么呢？就是真理现象的什么现前，它是诸法实相。哦，在唯识学里头就叫做什么圆成实相。哦，所以他一定要透过法性而达。哦，所以这里呢一定是要透过法性的。在中观就是透过般若道是不是才能够达于这里啊？哦，透过法性相的意思，因为唯识他重相嘛，所以样样都谈相。哦，他是透过法性相的。哦哦，所以上面是不是就是变生死啊？哦，诸法为无上，这里呢法性为无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就是法跟法性？哦，而我们这部论是不是就叫做法变法法性论？哈、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第247页，变涅槃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进入变涅槃哈、哦，首先呢就是标列，对不对？由六相误入。啊、哦，法性为无上，对不对？法性，透过法性而慢慢、慢慢、慢慢达于涅槃。那有六相哦，为什么相与依处抉择及处证，随念并悟入，到达彼自性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以上在变涅槃之前，是不是在变生死啊？啊、哦，所以以说生死。法事，其实这个法事就是在讲法相。啊，这个事相，理性有没有？我们说，哎，具有理性之后，是不是才会产生出事相来啊？啊，那么所谓的理性的这个部分，也就是法性。法性讲的就是什么？因缘。啊，就是中观所常的。这个缘起性空，也就是所谓的般若道，也就是现在所要讲的法性了。啊、哦，那这个以上说的啊、哦，已经说了生死法相啊、哦，以下呢要说什么涅槃法性，对不对？法性啊、哦，那要通达悟解法性，就要依于什么正方便哦。啊、要依据正确的方哈、啊、这种方便善巧的方式，那本论也用六种相来悟入法性的无上方便啊。那这六相，第一相呢，也就是相啊，变生死六相，第一个是不是也是相啊？哎，一个在谈生死相嘛，啊，一个是谈生死相，一个是谈什么这个涅槃相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涅槃相呢也是一种意相法性的什么意相，所以这个意相的这个意本身是比较深的，法意有没有？我们看到都比较是表浅的，那要深到这个法意的部分呢，就是要透过因缘法了。啊、哦，那当然这个后面会详细的解释哈。第一个是相，第二个就是什么依处。也就是依着什么能够渐渐悟入法性，而我们一直在什么生死流转不息当中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不断的生死流转，那如何呢？啊，要依着什么来达于涅槃呢？啊，那么就刚开始当然要有所依止，那所依的呢有共与不共啊，啊，前面也讲到有共跟不共，对不对？在变生死里头，是不是有八个共，有九个什么不共？哦，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就会构成了我们的有情跟气世间，啊、哦，是生死流转的依处。不学佛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依在生死流转？啊、哦，所见的就是正报的有情界。还有呢，依报的什么气世界嘛，
对不对？我们的正报跟依报啊，那如果一直依在这上头，是不是就不断的轮回生死啊？好，就不断轮回生死，那也要有善根，乃至要有慧根，才能有机会悟入法性。要能够悟入法性，是不是才能够获得涅槃啊？一定要悟入法性才达于涅槃的。那么也同样要有依处啊，也要有依处。那这个依处呢，在249页我们可以稍微先看一下所谓的依处呢啊，如何能够悟入法性，要依在什么？一切法及一切经等，有没有啊？其实还是要有所依的，也就是要学佛了，是不是？透过学佛啊啊，依着一切啊，让啊，等于是来跟佛陀学法嘛。啊，我们学佛其实是学习佛陀教我们的法，教我们如何的来认识一切法，乃至一切的经典，对不对？透过这些，是不是才有机会能够怎样啊？能够这个心啊，才有机会进入涅槃啊，达于涅槃啊。所以说依这个依处呢，也就是依什么一切法、一切经等啊啊。第三个呢，抉择。第三个是抉择，所谓的抉择就是智慧的作用啊。回到247页啊，抉择是智慧的作用，有没有啊？智慧的作用，所以我们说智慧是透过抉择而来的哦。啊，我们平常讲选择都比较粗浅，生活上的用选择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如同各位啊，今天是周末，那各位就选择啊，我到底要去休憩呢，还是要来听经闻法？是不是？这是不是一种选择啊？要有所得，就要有所舍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这个是在现象上面的。但是抉择呢，它是更细的，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选择比较是初分别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先透过初分别才有机会来这边怎样细分别？听经闻法是不是希望能够有细的分别啊？啊，所以我们说越是各行各业哈，越是内行的话呢，是不是要越细密才会越内行啊？很粗糙，隔行如隔山，是不是都搞不清楚啊？只看外相就不清楚啊。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啊，这个能够深入到各行各业，会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什么深细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是非常的细密的去了解啊，要成为各中翘楚，是不是要透过相当的努力啊？那个就是要细的分别啊。好，那以我们从生死流啊，希望能够超越生死流，那么所要用的就是智慧了啊。智慧是透过抉择的啊，并且呢，这里也讲到波瑞是不是要悟入法性啊？啊，波瑞的核心讲的是什么？缘起性空嘛，对不对？缘起性空啊，所以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图。里头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是不是就讲般若道缘起性空啊，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悟入法性，而般若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以抉择为特性啊。那何谓抉择呢？这个择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拣择啊，就如同在粗的方面啊，好像在选择物品，这个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好的我们当然就想要，不好的我们就不想要啊。那这是择。但是觉呢，觉是一种觉发啊，也就是要将正确的事理把它觉发出来，乃至去显发出来，显示出来啊。觉发显示出来是觉，而且要正确，所以这个觉本身是不是就有点去挖掘，是不是要去深的去挖掘出来啊？啊，所以这个觉呢，啊，是一种深入的去挖掘，啊，就像法性，它是不是讲的深呢？法相呢比较表浅，我们是不是习惯表象上的，而
深细，我们说因缘它是比较深而且比较细的啊。好，那所以呢这个抉择呢是波瑞慧的观察作用啊。波瑞呢就是透过抉择来的啊，并且这个是要有慧观啊，而且我们说这个是法性空慧，有没有？性空，法性是不是跟空结合啊？相会跟有结合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在七菩提分里头也有一个择法觉知，有没有？择法，啊，它也是属于慧方面的。啊，那这个部分呢，讲的是抉择。啊，因为遍涅盘里头，是不是就是要从相进入，从依处进入，从什么抉择进入，悟入嘛？啊，第四个呢？还会有所触证啊，所谓的触证是直接的接触到，证是一种证实啊，啊，所以法性它不是名言，也不是听到的，不是去碰到的、摸到的、看到的，不是肉眼看到的，也不是耳朵听到的，不是，而是什么波瑞的证，直接的什么触证。这种触证如同啊，这里就讲到一杯蜜，到底这个蜜的味道是什么，是不是就要喝下去才知道啊？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有没有的这个触啊？所以这个触呢是一种触证法性，我们透过法性而触证啊，所以这个触证呢也就是什么现证慧，这里的现证慧了，他已经验证到了，已经喝到这法性的那个法水，所以常讲说这个叫做什么初尝涅槃味，有没有？尝到涅槃的味道，尝到涅槃的味道，啊，所以呢，触证是到这里了，叫触证。过程是不是要透过抉择啊，在法性上哦，是一种抉择。而且它是要有依处的，依一切什么法，一切经典。啊，那么要理解法性的什么现象。在六相里头，第一个是不是就是相啊？第二个是什么？依处。第三个是法性。第四个就是触证。这个是触证。之后就随念。这个到这个是什么？到达自性。到达自性，是不是就这六个、啊、对不对？好，到达彼自性。啊，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先知道相，之后要依着一切法、一切经典，对不对？然后去做什么法性的抉择。来到这边触证了之后，第五个是什么？随念，然后才到彼自性，到达彼自性。总共是不是六个？一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触证，第五随念，第六到达彼岸，彼自性啊，到达彼自性。好，所以第248页有没有触证哈？触证法性，触证法性啊。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读这些经论，是不是还是离不开这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啊？而且我们要知道它的那个啊大约的一个状况啊。啊，其实后面也会讲到。啊，在266页哈，
第266页的解释最后，一处是资粮位，抉择是不是加行位，处正就是什么见道位，随念是不是修道位啊？哦，到达彼自性呢，也就是究竟位，一样的。哦，是不是离不开这几个位啊？尤其唯识学上，是不是都要有资粮位、加行位，然后才能够到什么见道位？见道位之后，是不是就是修道位？啊，修道位之后圆满了，是才成佛嘛？哦，第266页有没有？哦，好，我们回到第248页哈。这个处证的处哈，跟所谓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处是不一样的。色身香味触法的处是什么处呢？是不是身根上的处啊？它范围小，眼耳鼻舌身，那么意是不是跟色身香味触法啊相应，对不对？那个触是什么？触觉而已，那个范围是很小的。而这里的触呢，是法性的，是法性真理的亲切体验，亲切体验啊，是根境是和和相处的根境是啊。根境是六根啊，跟六境是不是相？还有是，以唯识来讲，这是不是八识了？六根、六境，刚才讲的色身香味触法的触是这个触哦，是在境里面的触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因为有身根，眼耳鼻舌身意的根跟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相触之后，是不是才起了意识啊？啊，才起了意识嘛。哦，眼耳鼻舌身，这是不是就有色声香味跟触？这里是不是有法？这是我们的意根意，对不对？的这个触的范围很小，它不过只是身根跟外境的相触啊。那么其实这里的触呢，讲的是根境式的和合相触，三合生触啊，二合生识，然后三合生触的那个触范围是大的，是讲整个的啊，和合相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来说的话的这种和合相处啊，指的是第六意识，指的是第六意识最早去触证到什么涅槃。所以我们说不是肉眼看到，而是什么慧眼看到啊，而且这个慧眼还必须是在定境当中才看得到啊，是在定境当中看才看得到。那这个呢，能够提供解脱道，也能够提供菩萨道，有没有？证得涅槃是不是才有机会解脱啊？如果走小圣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是不是就自我解脱？但是如果走菩萨道，涅槃是不是也很重要的一个本质，去做量的什么扩充啊？所以涅槃非常的重要，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因为这个也是超凡入圣的一个什么最大的关键。所以呢，要能够超凡入圣，它本身是触证到的啊，是对真理
直接的啊，而且呢是属于什么第六意识的啊。那色声香味触法的触是什么？身根上面的，它只是身根上面的身识，最多到身的意识而已，不是第六啊。那这里的触证讲的是第六意识哦啊，是法性真理的亲切体验。在中国来讲的话呢，就是所谓的开悟或者证悟。好，啊，当然中国人所讲的开悟，其实也有开悟的高低了。哎，其实还是有开悟的高低哈，的程度不一样。好，那第五就叫随念。啊，随念呢，就依过去所得的，所得到的什么呢？涅槃。他是不是要经过涅槃的触证之后才进入什么修道位吗？啊，也等于是透过涅槃而去做量的扩充，所以要随顺细念不忘，有没有？随念啊，随顺细念不忘，因为那种触证是非常直接的，而且就跟着这个啊，根据着这份触证到的什么涅槃。细念不忘啊，所以这个随念也是修行哈的方法，并且这个是已经是第二大奥僧祇劫的事，是圣者的事情的这份随念啊，所以随念是修道位上的，修道位上啊，那么也因为修道而到达什么究竟，就是到达彼自性。那这个自性讲的就是法性，因为这是唯识学，还有没有自信啊？有自信。如果是中观波瑞，有没有自信？否定自信。这两系，它是不是会空有之争啊？是会有争，是有争辩的啊、因为中观讲的啊、中观就等于波瑞系，对不对？讲的是不是缘起性空？就是在否定自性的存在嘛。但是呢，唯识学因为从说一切有不来的，它是实有自性的系统，所以叫做有宗、哦哦、所以它这里还是有自性的、啊、他们讲的这个唯识所讲的自性呢，就是什么法性，也就是所谓的涅槃、哦、法性是圣意的自性，也是要能够体验到这个自性而到究竟圆满的实性，所以这个叫做圆成实性，圆满的实性。涅槃等于是一种实性的证入，之后我们就说根据涅槃是不是量的扩充而尽虚空界吧？啊，到成佛是不是就是尽虚空界啊？啊，那是究竟的大涅槃，尽虚空界，啊。好，那这是一整个，这个是什么标列哈？先大约的讲，有一个概念，然后再分别的来说，叫做别事，有没有？所以第一个是不是就是要解释相啊？好，那这个相如什么略标说，略标啊？那因为这里也讲到六相哈，法性的相在略标当中其实已经讲过了。啊，已经讲过啊，尤其我们如果从这个我们的科判表更是可以看到啊，略标有没有？上面是不是有个略标啊？广释的上头第一页啊、哦，略标里头的相门有没有？虽然这是变生死啊的相门，但是呢，也有法性相的相门哦。有没有此中法相者为虚妄分别现二级名言，有没有实无而现故，以是为虚妄，彼一切无意为计故分别的这一段讲的是什么生死的相。下面呢复此法性相有没有、哦、因为他不仅在讲法相，还顺便讲了什么法性相。法性相呢是无能取所取，有没有能证所
能全所全别，即是真如性。有没有看到这一段？哎，这个叫做在略标当中是不是已经讲过了法性相啊？所以我们回到第249页，法性相是什么？没有能取所取，没有能全所全，有没有啊？不是语言可以说明的，也不是思想能够分别理解的啊，是超越了一切相对的名言，相对的能取所取是绝对的，因为超越了啊相对，那把它名为绝对啊，是无二无别的什么真如性。好，我们因为在世间法里头，从相来看是不是相对的两边呢？所以会有什么能取所取，有能全所全，那这些是不是都是名言啊？都是透过什么现二级名言嘛，实无而现故，有没有啊？生死的相啊，是虚妄分别，所以它会有能所的这个能，比较在整个心事上面来讲，会有所看到的这一切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能哦，这个是不是就是所？这里的二讲的就是能所，因为有能有所而形成出什么名言啊？我们平常这个是我们所习惯的，有能有所，有能取有所取，有能全有所全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这个是在世间法当中，它是不是相对的两边呢？那如何去超越相对两边？我们就说要用什么因缘，要用法性去打破它的什么界限嘛？这里有能，是不是就有所啊？而去打破。打破这个界限，超越了名言了，超越了能所，是因为这一切是不是都透过因缘所成啊？其实它是一件是融然一体的事情，而不是两件事情，所以叫做什么无二无别，有没有？我们如果是这样，是不是有二有别啊？啊，对不对？有能有所，叫做有二有别。这个不用教，大家都很会。他对我好，他对我不好，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两边呢？啊，这个老师比较疼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受到比较好的礼遇，有没有能所？有能所，相对的两边叫做有二，有没有别？有别。那这个就落入凡夫嘛，越是如此是不是就越痛苦越难过啊？永远比不完，永远其实是摆不平我们的心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用要去敏相灭相嘛，要去离相敏相灭相，对不对？所以用离相敏相灭相的话，是不是就要否定式的符号？就是要用法性。法性讲的是不是就是因缘法？已经打破了这个界限，他们是平等平等的，是无二无别的。平等是不是才能够无别啊？啊，它是不二的。用两个不，是不是就是进入性空？透过法性来说啊，所以越是有二有别就是越往下，越无二无别就越有机会往上，这个又叫做中道不二嘛。无二是不是就是不二？透过不二才能够显示中道，中道才能够达于涅槃
哦，中道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涅槃呢？哦，所以法性相不是这样子的相，这个叫做生死相，这个才叫做什么？涅槃相，超越能所有无，能权所权，它是无二无别。这是蛮抽象，所以常讲说最简单的两个字却是最深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以为是他喜欢用无二无别，因为他比较从现象来看待。以中观般若呢，他直接就叫不二中道，中道不二。这个是不是才能够超越相对啊，而进入什么绝对？这个叫做真如性，这才叫真如性。所以 要懂真如是不容易的。真如的最早的一个验证就是什么？就是超凡入圣的这个点，叫做处证。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处证，是不是就得要用语言文字啊？哎，不得不啊，乃至用图像，是不是也是在协助我们来理解？啊？所以这个叫做法性相，这样有没有点概念？哎，所以画成两个圈圈叫做生死相，因为我们是摆不平自己的心嘛，不是着哈，不是着这边就是着那边。啊，我们不是喜哈，在生灭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起伏啊？大家是不是都喜欢生而讨厌灭啊？却是灭是我们避免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庆生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没有人庆灭的啊，因为我们着相嘛，着相，情执于相就会起烦恼、起痛苦，因为我们什么执着，执着就会生死轮回不易。所以我们要能够跳出执着现象，就要怎样深入法性，因为法性是平等平等的。法性是非常平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道呢，就会认为生死即涅槃。那如果是声闻法呢，厌离生死，心入涅槃。他比较从相来想，是有出有入。菩萨道是怎样？生死即涅槃，有没有？相对的两边。其实是平等平等的，其实是平等平等，所以这个也超越了名言呐、是不是超越了名言呐、所以，当我们真的到处证的这个地方，说是觉诸细论，有没有？言语道断，因为他那个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但是过程中需要的，从此岸到彼岸，一定要打造波瑞船。但是能不能上岸，是不是还要抛下波瑞船？不因为要抛下，所以我干脆不要打造，这样子不对吧？一旦没有打造船，是不是就过不去啊？还是得要打造，才过得了。但是能不能上岸，就看我们能不能放下，是不是还是得放下？它不过只是一种工具，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罢了，所以也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。所以当我们处证真理现象的当下是无法言说的，它是清楚的现前啊，也就是在248页的第五行叫做什么？法性真理的亲切体验，它是可以验证，从平等性而展现出平等相，平等相是不是才是真理的现象啊？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平等的相啊。这个叫做什么？颠倒相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起颠倒，是不是都有不同的颠倒相啊？各现各的相，各唱各的调，对不对？各造各的世界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。什么才叫做真实的世界啊？处证道的才是。这样能理解吗？真理的世界。真理的现象是不是才是一种真实的世界啊？实际的现象是真理的现象，所以这个六相当中的第一个相，是不是要先搞清楚是什么相？第二个呢，
如何达到那里，是不是要有所依啊？所依的其实就像一艘船一样嘛，从彼岸到从此岸到彼岸，是不是要依着船过去啊？啊，从有生死的此岸到达无生死的彼岸嘛，啊，有烦恼的此岸到达无烦恼的彼岸，是不是要有依处啊？啊，所以处为一切法及一切经的经等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处呢，就是依处，就是要依着什么才能够悟入法性呢？啊，在论点上面就讲有两个，一个是依一切法，一个是依什么一切经等。啊，那什么是依一切法呢？因为法是所有一切的哈、啊，是形形色色的一切事相，因为这是唯识学，它众相。都从相来看，所有一切法相，如山河大地、草木丛林、国家社会、家庭、个人，有没有看到相？这些的出现是不是都是有相？大家有没有经验？有经验吧？这是我们生活的经验啊！哦，它都是有相，但是这些相都是什么复合的假有啊？什么叫复合的假有啊？因缘和合而生。是不是要众因缘和合而生啊？却是众因缘是不是也会离散而灭？啊、哦，也会离散而灭。啊、哦，就像昨天哈、啊，实则法师来到这边，那么也请了他的指导他禅修的禅师来到这边。啊、哦，两点多哦，非常的热闹。那四点多是不是大家又？啊，大家啊，两点以前大家一直聚合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停住一段时间，生住嘛哈，然后就开始变化，然后就灭，生住意灭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生住意灭。啊，所以实则法师也很感慨哦，这个就叫做无常相嘛，是不是？啊。是有生有灭，因为它只是复合的什么假相假有，这是不是一切都是复合的假有？包括我们这个色身是不是也复合的假有啊？所以离不了什么生老病死，所有一切现象离不了成住坏空生住意灭，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离散而灭嘛。啊、如果去分析一切法啊，那么凡有一一特性的啊，不管任何的这些，其实都离不了因缘法，其实就是因缘的和合跟什么因缘的离散而已啊。现在如此，过去也是如此，未来是不是还是如此啊？我们所看到的现象，其实都是无常相啊。啊，所以《奥含经》也讲嘛，哈。如与一法不同达，就不会证悟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哦，这法实在太多太多了，如何能够一一通达啊？所以这里就讲到嘛，一切法虽然多，但是法性是不是通向啊？法性就是一种游戏规则，就如同球赛一样啊，篮球比赛、棒球比赛啊。足球比赛是不是各有各不同的什么游戏规则？游戏规则它是不是通向啊？通啊，篮球比赛的规则是不是通所有一切篮球比赛的现象？足球比赛的规则，游戏规则通所有一切足球比赛的什么现象？啊，所以法性是通向，是通，是遍通一切的。是大原则性，真理法则是不是也是通彻一切啊？啊，如果能够通达法性的话，就能够通达一切法性相。一法如此，法法也如此啊！啊，所以最深的法，也就是缘起性空，没有一件现象。不是缘起性空，如果理解缘起性空，可以看透所有一切相，这样理解吗？它不是从现象来看现象，一直看现象，而是从什么
宇宙人生间的游戏规则，也就是真理法则来看所有一切相啊。所以呢，一法如此，法法如此，凡是啊证悟的呢，没有证悟此法而不悟彼法的啦。它是不是通彻一切啊？所有一切都离不了什么缘起性空，所以要能够悟一法即悟一切法，就是要悟入法的实性啊，是法性的这个部分，法性才是大原则性。但是如果是在现象上说，我看到山河大地的相能不能通一切相啊，那个是现象，不是法则，不是理则啊。理则才能通彻一切，从现象，从一个现象不能去通所有现象，但是可以从一个法则里头是不是通一切现象，这样理解吗？要知道游戏规则哦，要知道球赛的比赛规则，是不是看懂每一场的球赛啊？但是不能说我同一场球赛，然后说所有一切球赛都是这样，这是不是就很困难了？这样理解吗？哦，要从什么法性来通一切法相，而不是从法相来通法相，那就困难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，阿弥陀佛。